中學文憑試今日開考，第一日考視覺藝術科有大約3500人報考。作為市場嘅學校，按考評局要求有新安排。排隊嗰時咧，間距可能要少少啦。喺元朗呢間中學市場，朝早有考生喺門外排隊。學校職員提醒考生排隊等候入市場嗰陣要保持社交距離。學校分開考生和本校學生兩個入口，考生入市場之前要量體溫，之後再到特設櫃位遞交健康申報表。校方話今朝的安排大致暢順。根據上年經驗，其實已經非常之順利啦，同埋非常純熟嘅。而考生咧都有經過一啲嘅訓練啦，同埋一啲嘅學習啦，其實都知道今朝咧係需要準備定咧考生健康申報表啊。咁其實當然啦，可能會還有一兩個同學咧忘記帶嘅。咁我哋都準備咗一啲後備嘅學生健康申報表咧俾佢哋。今日考完試之後咧，就會即刻會進行清潔啦、消毒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在台凳會再排過，因為今日試係會係優選修科，佢台凳嘅排列咧會比較特別啲。唔同我哋主修科嘅排列嘅方法嘅。